Within the core of each of us is the child we once were. This child constitutes the foundation of what we have become, who we are, and what we will be. Neuroscientist Dr. R. Joseph. 大家好，我是阿翔。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犯罪心理第54个案子。伴随着孩子们的尖叫声，老罗又一次从梦中惊醒。他拿起放在床边的三条项链，他们属于三个不幸的孩子，父母死于凶手的斧子之下。案子至今没有进展，始终是老罗的一块心病。在之后的20年里，他从未放下过，这也是他重新回到 BAU 的一个原因。而明天就是20年的最后一天，越发频繁的噩梦似乎在催促他不能再等了，他必须立刻抓到凶手，才能让这个噩梦彻底过去。部门中，老罗只告诉了加西亚一个人，因为要他帮忙搞来案件资料，他等不及就找去了加西亚的家，没想到碰到如此香艳的一幕，加西亚吓得抓紧了领口。老罗上来就管他要详细资料，加西亚尴尬地解释说，他只是个技术分析员，不是啥都能弄来的。这时浴室里的水声停下，林奇裸着半身走了出来，场面瞬间又尴尬了100倍。加西亚不禁咽了下口水，解释说局里的同事有亲密关系是违规的，希望他能放自己一马。没想到老罗根本不在乎，明天案子就满20年了，是时候让凶手血债血偿了。说完他就准备前往案发地印第安纳波利斯。加西亚原地凌乱，这老头还真是专心，这么大的瓜竟然不为所动。一大早，加西亚心里不安，跑去跟 JJ 白话昨晚的事儿。真没想到那老头直接跑去他家。JJ 忙得头也不抬，对这开场白似乎没什么兴趣。加西亚问他是不是真的不想听自己和林奇一起洗澡，然后被老罗撞见的事。结果 ，JJ 听完后让加西亚放宽心，同事不能有亲密关系，这规矩最初就是老罗定的。他既然当时不计较，事后应该也不会追究。但他问起老罗去干什么，加西亚仍然遵守当初的约定，不能对任何人提起。与此同时，亚伦和瑞德正准备一场监狱问讯，对方是一名下个月执行死刑的连环杀手切斯特。他向监狱申请建一间测写师，而瑞德也需要搜集犯罪性格研究项目的数据。由于监狱没有单独的审问室，狱长为他们安排了一个小房间，但不允许携带武器。他对切斯特这次的申请非常意外，因为他在服刑期间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但当他看到23份受害者资料时，才真实感受到切斯特不是他看的那么简单。再次见到本人，狱长不由得后退几步，打算让他戴着镣铐接受询问。但亚伦早已习惯了大场面，表示没有这个必要，他们需要更加贴近凶手，才能真正了解他。BAU 的办公室里，艾米丽很快就发现不对劲，老罗的办公室没人，但文件纸撒了一地，还把自己的东西翻得一团糟。他们认定老罗是遇到了麻烦，但加西亚说老罗不希望别人知道，他不需要任何人帮忙。艾米丽却告诉他并非如此，老罗这人非常有条理，平时做笔记都分颜色，行事谨慎，挑剔，有洁癖，一个凌乱的房间就意味着他正在呼救。加西亚很快就被蒙住了，老实交代说老罗去了印第安纳波利斯去调查一宗20年前的双尸案，他看起来心烦意乱，三人听后决定去那里帮助老罗。与此同时，老罗来到了当年案发的那栋房子，他在一次拍卖会时买下了房子，为了让孩子们的外婆有钱照顾他们。但身为 FBI， 他无权处理州内的案件，没想到2年前负责案子的老探长去世，就再没人跟进了。老罗听后非常失望，看来指望警局提供新线索是不可能了。昨晚加西亚被老罗吓坏了，以至于拒绝了林奇工作时间来调情的浪漫想法。林奇觉得老罗昨天那么干很无理，打算和他谈一谈，希望他不要难为自己的女友。加西亚虽然对女友这个称呼感到很开心，但他觉得和老罗谈判这个想法太扯了，于是他义正言辞地警告林奇，胆敢和老罗单挑，就在他的电脑里埋下不可复制的病毒。BAU 的妹子就是这么敬业。接着加西亚黑进警局档案库，找到了老罗当时做的犯罪现场笔记，接着他交叉比对了本周所有的案件，都没见到相似特征的。这么凶残的凶手竟然只做了一次案，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老罗再次联系加西亚时，他很难为情地交代说自己已经全着了，同事们只是想去帮忙。老罗听后非常生气，加西亚确定自己又得罪了领导，幸好他没让林奇再掺和进来。三人在酒吧找到老罗，他还是死要面子的不让人管，再说这案子本来就不是 FBI 的。 JJ 告诉他别小看自己的工作，是不是 FBI 的由本女神说了算。老罗这次终于没再拒绝大家的关心，讲起了案发那天的经历。20年前他协助本地警方抓捕一名罪犯，
完成工作后，探长送他去往机场，却在路上接到警报，说离他们不远处有户人家的孩子正在呼救。于是两人就近赶去现场，夫妻俩已经被杀，用的是他们自家的斧子。三个孩子，两女一男。大姐告诉老罗，那斧子是父亲买来砍圣诞树的。凶手用被害人家的东西行凶，看来是一场没有计划的行动，但他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唯一一枚在门后找到的指纹也找不到匹配的。老罗相信这是凶手疏忽大意留下的，其余地方的指纹应该被他擦掉了。看起来凶手似乎又是很冷静的，这本身就互相矛盾。老罗无数次在想，哪怕还有一条线索能继续，答案就近在眼前，可他就是没有抓到这条线索。他永远记得那是一个温暖的早晨，他们比其他单位都早赶到，孩子们的哭喊声从窗口传出来，在街上回荡。他们叫着父母的名字，受尽惊吓，那凄惨的哭喊声总是出现在他的梦里。尽管后来他见过无数的死亡和伤痛，但那声音始终都还在。他想，如果他不能肯定地告诉孩子们，那凶手不会再来了，那些声音就永远不会消失。在同事的陪同下，老罗多年来第一次鼓起勇气站在姐弟三人面前。大姐刚和小妹吵过架，一看到老罗就气急败坏，说他应该停下了。他以为不接老罗的电话，他就不会再骚扰他们。事情已经过去20年了，他们都想向前走，不想再被过去困扰。老罗觉得自己来的不是时候，正要转身离开，大姐又提醒他别再每年送礼物过来，那样只是提醒他们人生中最糟的一天。老罗听后猛然转身，告诉他自己只是打电话来，从未送过什么礼物，而除了老罗以外，唯一可能这么做的就只有凶手本人。这些礼物连着送了20年，大都是廉价的玩具，每次都是趁晚上放到门口走廊，最近一个还放在了大姐的车里。给受害人送礼物通常是强迫性罪犯会干的事。摩根是这方面的专家，强迫性罪犯送礼物有两种目的，一是让被害人家属重温痛苦的虐待狂，二是有负罪感的罪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道歉。但虐待狂通常会送更直接的东西，比如案件照片、简报等等，而玩具没有这种刺激性，更像是出于内疚而送的。而且在这20年里，罪犯也会长大，可礼物却一直都是孩子会送的玩具，这就很不合理。摩根想到，有种凶手会在无意中犯罪，事后还会非常内疚，那就是智力发育不全的低智商罪犯。他们一般身形高大，强壮到足以意外杀人，但思维却还一直是小孩子水平。但现场没有留下犯罪证据，这不是低智商罪犯能办到的。不过这类罪犯通常会有一个成年监护人，他们常会合理化罪犯的行为，想办法替他们遮掩。如果是这样一个低智商罪犯，他常常会想和孩子们玩，但他的体格会吓坏孩子，或无意间弄伤他们。于是摩根让加西亚去查查本区域内有没有这样的相关投诉，这可能就是老罗忽视的另一条线索。另一边，亚伦和瑞德见到了切斯特，他一开始对自己的经历满口谎言，更是闭口不谈案件的细节。在被两人揭穿了谎言之后，切斯特满不在乎地说，自己申请这场询问不过是为了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死囚室没有窗户，实在太闷了。亚伦没心情为了一个骗子浪费时间，想要离开时却发现门铃无人应答。切斯特告诉他，现在是5:17，晚上放风从5点开始，警卫们都去外面了，在接下来的13分钟内不会有人来开门。说完他摩拳擦掌，似乎想要放倒两人逃出去。瑞德的样子有些慌了，但亚伦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变态想要控制局面而摆出的架子。他面不改色地告诉切斯特，自己可不是身高5尺100磅重的女孩，你一生都在对付毫无反抗之力的人，接下来就会有个新的记忆，那就是打不开的门和像我这样能随时干掉你的敌人。切斯特差点向亚伦扑过来，但这时瑞德突然抛给他一个问题，想不想知道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做出那些事。切斯特愣住了，他知道自己和别人不同，但却从来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此时此刻他也想死个明白。于是瑞德给他上了一节专业的脑神经和心理学课。你的母亲患有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父亲在参战后患上严重的 PTSD， 余生都被抑郁症困扰。 53% 的连环杀手家属都有各种形式的精神病，而你是个个例，你的父母都患有精神病，他们经常互相殴打来发泄，暴力自然而然成了一种畸形的表达爱的方式，处于脑边缘系统的下丘脑区，控制人类最原始的欲望，不受感情和道德束缚。健康的人类形成健康的情感来约束和控制下丘脑，但你却从未学会这种控制，使它一直处在自由发展中，不断追求包括性欲在内的各种欲望，使你成为一个性虐待狂。你说你的受害人从来没有选择，其实没有选择的人是你，因为你从来无法控制自己。
瑞德用了十几分钟时间成功吸引并拖住了切斯特，直到狱警们来开门。切斯特到最后还很想知道自己的人生真的毫无选择吗？对于这一点瑞德也不知道，只能说大脑和心理学都有太多未知了。回去的路上，亚伦有一些自责，最近因为困扰于是否离婚，他真的有些受影响，以至于刚才差点让局面失控。但瑞德并不介意，实际上他发现自己在害怕的时候反而能发挥得更好。不久后，加西亚调查轻微罪记录有了发现，一些相似的伤害投诉总是摇摆式的出现在不同的两个区域，就像巡回旅行一样。老罗看着那些玩具总觉得似曾相识，突然他想到了一个地方，狂欢园游会，他们总会固定在一些时间和地点举办，而玩具是那里最多的东西。大姐忽然也想起，在案发前他们一家人曾经去过园游会，一个小丑还给自己吹过气球，但那样子很怪，还跟踪过自己，直到妈妈把他带走了。老罗感觉到这个园游会与案件有关，于是找到会场老板。他在看到老罗的警徽时一脸害怕，而他身后一个高大迟钝的小丑引起了摩根的注意。那是老板的儿子阿呆，是他一直试图隐藏的人，但他无法摆脱这个傻儿子，因为他的智商除了做一个小丑什么也干不了。老罗没想到他们苦苦查了20年的凶手竟然不到一分钟就认了罪。老板很清楚警察为什么而来，那天他忙着维修设备，阿呆想和一个女孩玩，于是一路跟着他进了家门。他本来不会伤害任何人，但那家的爸爸却用斧子来驱赶阿呆。阿呆受了刺激当场发疯，误杀了夫妻二人，但他刚一做完就立刻后悔了。等到老板赶到时，一切都太迟了，他为自己的儿子找借口，觉得他这么做是无心之失，于是替他清理了现场。之后每年回来这里做活动，他都让阿呆挑些礼物送给孩子们，好让他记住自己犯过的错。摩根和艾米丽在卡车下面找到了阿呆，他吓得哭着喊爸爸，他可怜的样子像个犯了错的孩子。老板一直叮嘱他不要反抗，说他真的是个好孩子，可就是他眼里无辜的孩子却毁了另外三个无辜孩子的童年。无论阿呆能不能被指控，这件案子总算是破了，老罗也可以有底气的给姐弟三人一个交代。他把房子还给了他们，希望他们在那里能有一个美好的开始，相信他们的父母也是这么希望的。他拿出三个名牌，孩子们的祖母拜托他代为保管，直到凶手被抓到，现在总算可以物归原主了。三人不知道该如何感谢老罗，大姐把名牌塞回他手里，问他以后还能不能互相打电话，这句话相当于在说老罗在他们心里已经是亲人了。老罗微笑着上了车，似乎看见姐弟仨变成了当年的孩子模样，默默地对他说着再见。他知道那段困扰自己的噩梦终于结束了。几人回到匡迪科时，林奇正在办公室等着老罗，虽然老头子一个眼神就让他慌了，但他决心为了爱情争取一下。艾米丽真的好意外，她以为 BAU 这地方一辈子也不会闹绯闻，可瑞德这个憨憨到现在都不知道瓜在哪儿，谁和谁好上了。但他之前的话提醒了亚伦，他想要的幸福家庭已经得不到了，他别无选择，于是他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正式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段婚姻。以上就是犯罪心理第三季第14集，因为在案件同时还插入了一段讯问戏，所以篇幅略长了一些，因为不希望只是把这部剧做成纯粹的破案，而是想更多展示身为侧写师这类特殊职业的生活和情感，还希望大家不要嫌弃我啰嗦，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案件，欢迎小伙伴继续关注，我们下期再见。